好，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游戏，叫做危险的猜词。我们双方需要给对方的队员呢来设计两个禁忌词和一个禁忌动作，在猜词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触发了禁忌词或者是禁忌动作的话，就会接受水泡惩罚。 猜词的人呢，依次向对方提问来猜出自己头上的这个内容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第一轮要参加的猜题的是弹剑刺和秦霄贤。我们惩罚位是汉语和宇阳。哦，两位呀。好，所有成员到那边去设计这个。我们先来商量那个禁忌词。老秦容易做什么动作？他做了的话就喷他们那边的人。 起反往后靠，给我叉着腿，靠背，背靠椅背，靠椅背，靠椅背，就能把那个于洋喷哭。<笑>词儿的话，琢磨琢磨，他容易。啊？他容易说啊，感觉不太容易说的不多。的，就是直接写个拼音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包括的得得得得，很有得吗？ 先想想他们会写什么我的，可以，对，啊，真损呢，没事，小心。哦，我觉得比如说个也可以，个比较不容易猜，个，对，就是个，你这个，我头上这个，你这个，是，对，我觉得个，要说择邻坏呢，好了。 来，现在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先问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老秦先问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挑战开始。他是男的吗？你说呢？他是。这个人这么难猜，性别都看不出来了吗？ 好像还是个男的，就是，是，哎，没有啊，哥，哦，哎，好玩，哥。 哥，哎，你不能把我呀，大哥。好，现在大哥问问题喽。别说那几个字啊。是人吗？是人类吗？是不是人？你不知道啊？ 哎呀，就是分时候，分时候。啊啊！啊也不行啊。嗯。<笑>对啊，没毛病，一会儿我能给你解释。嗯，是个男的，是个男的。嗯、啊，是。 是不许说，不许说是啊，弟弟。啊，是不让说。<笑>是艺人吗？嗯，是不是艺人？嗯，快说是还是不是？嗯，<笑>是不是艺人？快说是还是不是？<笑>给我喷的这都没水了啊！<笑><笑>好，老秦提问。 他比我高吗？嗯，他比我高吗？不，哦，他是男人，吓我一跳。He is。干得漂亮。Man, sorry, I don't understand. <笑>你别转头！哎，我什么也没干。有没有想过，有可能是动作呢？没说话，
又喷了，有没有可能想到是动作呢？弟弟啊，啊咋了？哥最近身子有点寒呐，你尽量。哎，跟麦有关系？啊？你别碰麦了。哎。真是的，当然了，大哥特别爱笑，是吧？哦，喷吧喷吧！喂，没说话呀？说话，大哥特别爱笑。大哥都叮嘱了，为什么跟他碰我？好，最后一分钟，两位加速，来加油。是女演员吗？对，他不是对呀、啊，是，你不说是能咋的？你不说是啊？是长相思的演员吗？发出你把那牛放下呗，就是把牛发出牛叫，把那牛都撂下，怎么还有牛声？是长相思的演员吗？瞅你的死出。是杨紫，回答正确。哦，你猜你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这真猜不出来。哎，什么叫时而是人？他可以演很多角色嘛，因为他有演过仙侠。仙侠呀，就是仙。哦，你觉得哪个动作是你不该做的？我们的是什么动作？我的动作应该是回头。不对，再想。手放腿上。再想。不对，摸麦。再想。笑。哎，跟笑有点关系。差不多了。露牙。啊，牙。露牙。你那个牙就没收回去过。他们找中了大哥的一个特点啊！祝贺我们黄队